在過去超過半個世紀，公益金一直與時並進，主動積極回應社會的需要，與不同的企業及慈善夥伴聯手推動慈善事業。最具代表性的慈善合作就是在1999年與香港交易所推出了股份代号慈善计划这个筹款平台，鼓励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捐款支持公益金的工作。20多年来，这个计划已经有超过1100间公司参与，累计筹得的善款超过11亿元。以下四个个案正好凸显了公益金无论在高山或低谷都和大家风雨同路并肩同行。很多人就说哦，亚视保家证是属于比较上即叫高功能自闭症，即是说那个小朋友应该是叻啲嘅，或者甚至可以做到医生啊律师那些，但我的仔就偏偏不是的。當時其實婚內強姦咧，其實係犯法嘅，即係你係有冇結婚啦？如果喺性入邊你唔同意嘅，咁你都係一個強姦咁啊！我真係唔想睇，因為好慘，佢翻嚟攬住我喺度喊。其實咧，又咁啱得咁巧，咁我有個好好嘅女朋友。咁佢同我講開，佢就我咧去做咗個檢查，咁我就發現咧就喺乳房嗰度咧就有一個良性嘅瘤。翻屋企要沖涼啦，咁我都自己檢查一下啦，係咪？咁但我就覺得奇啦，點解好似有啲唔妥？咁一個咧就係阿 David 啦，咁我另外有個大仔嘅，咁大仔咧其實佢係好係亞視保家症啊，我都算係好少發脾氣嗰啲嘅，同埋我咧個人咧就比較樂觀咯。我當時做緊公司咧係一間香港好出名嘅地產發展商，如果我繼續做，我諗我應該可以做到很好嘅成績。在2000年成立之後咧，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即係熱線服務啦。咁其後咧喺2001年咧，我哋係同廣華醫院咧係去合作，一起去成立一個嘅性暴力危機中心啦。這個嘅服務咧，最初咧係得到香港賽馬會嘅慷慨資助嘅。當時咧有各種原因啦，係冇資助呢個性暴力危機中心啦咁樣。咁風月蘭咧當時喺2005年嘅時候咧，係面對一個嘅即係倒閉嘅危機啦，咁而服務咧唔可以延續啦。咁但係去到2006年咧，有幸公益金咧就雪中送炭啦，受行嘅支援服務咧係持續落去啦。當其時嘅生活係好開心嘅，因為大家喺未一齊，兩個小朋友聽話，我又之後我冇做嘢噶啦，就淨係先生一個人做嘢，已經係夠曬生活，住嘅環境又好，咁佢一份人工已經夠我哋成家人嘅生活啦。當時
因為可能過勞啦，成日要去應，即係同啲老細啊，又去呢度睇廠啊，去嗰度應下酬啊，咁佢又冇點為意，後屘佢又去照一照佢就話佢肝有事，過零月已經唔喺度。其实就跟大家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想着读完书跟着然后就拍拖啦，然后就好好三十岁之前可以结婚生小朋友，跟着就去到老了，然后就有一兜孙仔，其实都有想过是这样，就是那个比较平凡的人生，不会有特别的风浪啊。我想在那时候我认为这个是幸福，因為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後生嘅話，咁同乳癌呢個好似距離好遠啊，一定唔關我事嘅。哥哥係1990年出世嘅，嚇，燕博咧就係1997年。咁大仔咧，其實佢係好係亞視保家症啊，即係叫高功能自閉症。佢咧每日咧，無論翻學放學咧，佢都要行同一條路嘅。同埋咧，佢脾氣好大嘅，就成日咧都會發脾氣啊嗰啲咁。但係當時1990年咧，其實香港係唔係太知咩叫自閉症嘅。我哋結果咧要等哥哥咧16歲咧先做到嗰個評估，咁然後咧先至可以幫佢咧揾到一啲治療咯。比較好深刻的印象是 SARS 嗰年啦，咁而當中我哋嘅 SCN 服務都係由嗰陣時開始，嗰陣時就機構咧嘗試就係申請基金，就係、是、得到公益金資助，我哋入到學校咧係專係幫一批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去提供支援啊。風月蘭咧喺2000年成立啦，係香港首間嘅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啦，我哋提供嘅服務係包括醫療嘅支援啦。一站式的司法陪同服務啦，同埋深入輔導。咁我哋期望受害人可以在創傷之中得到治療啦，同埋佢哋可以過翻一個自信啦，同埋有自尊的生活嘅。咁我接觸咗一個婚內強姦嘅個案嘅，呢個 case 大概係2010年。個丈夫咧夜晚啦，即係要求佢好多嘅性暴力嘅行為啦，咁樣拒絕佢，咁佢就係結果就攣住佢條頸，箍住佢條頸，咁佢就唞唔到氣，好驚，咁佢就要繼續順從啦，咁樣。咁但係第二朝佢都有去報警嘅，咁當時警方就即係嚟咗啦，就但係都會覺得係一個家庭嘅問題，警方就俾咗風雨蘭嘅單張佢，咁佢就喺呢個背景之下就揾咗我哋求助。因為我攞身份證嗰時候，我係好唔開心。我攞到身份證，我仲唔開心，因為我覺得我先生換翻嚟嘅呢個身份證。咁呢件事係2000年發生嘅。阿梅嘅丈夫咧係製衣房嘅車板嘅師傅嚟嘅。咁呢一行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密集式啦。而且佢仲要翻大陸做嘢，都經過好長時間咁樣捱咗一段時間咧，就突然間發現咧肝有急性嘅衰竭啦，所以咧就即刻安排咗落嚟香港住院啦。但係好可惜啦，佢好快就過咗身啦。當時阿梅就好彷徨啦，佢亦都唔認識香港嘅地方啊、環境啊、文化等等。咁佢帶住兩個小朋友嚟咗香港，當時過勞呢一個講法仲未好流行，亦都關注唔太多嘅。都真係好多謝喺呢12年裏面咧，其實公益金一路去 support 我哋喺即係乳癌嘅護理啦，甚至一啲嘅輔導，甚至一啲嘅家人嘅支援小組上面，唔同嘅範疇咧都可以幫得到喺即係當一個乳癌患者佢係心路歷程，佢呢段路點樣去行咧，其實呢個係最大嘅支持。咁於是乎就即刻去睇醫生啦。個醫生同我講啊，我哋就咁抽針，我哋都發現咧，呢個係一個癌嚟嘅，乳癌嚟嘅。咁我嗰一刻咧，我係完全諗唔到嘢。
好似做戲咁樣，係啊，真係咧，好似天跌落嚟啊，完全我諗唔到嘢，聽唔到嘢，睇唔到嘢嗰一刻，跟住落嚟，醫生同我所講嘅所有嘢我都唔記得曬啦。都有煙頭廟嗰啲安老院啦，但係都係失敗嘅。對人咧就比較怕醜啲，因為比生係比較內向啲。其實喺阿 David 咧，應該我哋小二嘅時候已經接觸到佢嘅。當時我哋已經知道佢個聽力嘅問題啦，咁同埋佢即係比較內向嘅，好被動嘅，唔係好中意講嘢嘅。咁所以我哋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訓練，例如音樂治療啊、言語治療，都希望喺個治療訓練裏邊咧，佢學識點樣同人哋溝通，同埋最重要係加強佢嘅信心。一年後啦，咁佢就因為佢老公除咗向佢要求性之外，其實佢喺出邊都有去即係揾其他嘅性服務嘅，咁所以佢都好驚自己會惹性病，咁佢就帶住兩個仔就係嚟揾我啦咁樣。咁我嘅嗰刻咧就係、是我估佢係有一啲下定一啲決心啊，咁佢就報警啦。咁最重點係喺個過程入邊咧，即係我哋係會陪住個受害人經歷過唔同嘅程序，去落口供啦，去現場嗰度去做一啲嘅調查啦，即係同警方嚇，或者係咧其後同法醫去即係做驗心啦嚇，或者甚至去到醫生嗰度去做即係一啲醫療嘅程序，我哋都會去陪同住佢啦。我先生個朋友咧話介紹公權會俾我識，咁但係後屘啊公權會啊梁姑娘就直接聯絡我。阿梅由於佢之前一直喺大陸生活啦，嚟過香港都係幾次啦，咁所以佢嚟到香港係人生路不熟啦。嗱，當我哋接手之後咧，就開始安排佢嘅綜援啦，同埋佢嘅住屋問題啦等等。之後咧，我哋就邀請阿梅咧參加我哋嘅媽媽組啦，去參加各類嘅活動啊、義工嘅服務啊，等佢咧慢慢同其他嘅媽媽開始熟絡啦，建立翻佢嘅網絡啦。當初知道自己咧患咗癌嘅時候咧，我真係唔知道可以點樣做，咁於是乎同其他人一樣啦，就上網，咁我就見到乳癌基金會，就揾咗位姑娘就即刻同我傾偈。咁甚至乎咧，佢就邀請咗我就上去。咁原來佢哋逢禮拜四咧就有一個年青小組嘅聚會嘅。我去到嘅時候咧，我真係好驚訝，一開門，點解入邊咁多人坐到喺度嘅咁？咁原來佢哋全部都係一啲乳癌嘅病患者，而且個年紀係同我一樣。原來我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在那裡我是得到很多一些過來人的支持，當然姑娘的支持。我的目標就是想幫多些人，幫到佢，鼓勵到佢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貢獻嚟嘅對個社會，亦都覺得咁樣係好有滿足感。因為我依家全職已經出嚟做嘢啦，我係好開心，兩個小朋友已經係大個啦，已經學業有成，我自己真係要真真正正企翻起身，做個榜樣俾兩個小朋友睇。我覺得我得咗好多，我會去諗下點樣去幫人。怎樣可以用生命影響生命，用我自己的經歷去幫助其他人。香港交易所多年來一直不遺餘力地積極關顧社群，回饋社會，推進慈善事業。我們在2020年成立了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並且很榮幸地邀請到公益金協助管理我們的慈善夥伴計劃，進一步實踐對社會未來的承諾。我們所推展的社區項目主要是圍繞著四個大的範疇，包括理財教育、多元共融、扶貧紓困及環境可持續發展。我們希望透過這些項目協助本地的社群應對社區和環境上的各種挑戰。在過去兩年，慈善夥伴計劃已經撥出港幣4000萬元，
支援了18個社區的項目，惠及超過60,000名有需要的人士。踏入第三年，慈善基金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用來擴展計劃和增加撥款，支持更多的慈善機構，聯繫不同的社群和促進社區的發展。香港交易所再次感謝公益金多年來和我們在慈善工作上一路並肩同行。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密切聯繫社會大眾，為社區帶來積極的影響，實踐香港交易所對社會的承諾。